上黄珊珊。哎，知道。希望。来来来来来。本人怎么比电视好看？我今天从那边走到这边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周末假日到信义区市场视察，一下拉下口罩，让市民认识认识，一下被摊商称赞，开心到跳起舞来，一摊一摊拜访问候。纳管以后，我就可以把你们纳入那个精进券啊什么的。对啊，没有纳管，我就很难来这边做促销。进到市场谈摊商精进计划，黄珊珊视察行程旁边还有公务人员随行，产发局长林崇杰亲自到场，但民众党议员参选人杨宝桢也谨言，可能就怕再引争议，黄珊珊干脆公平一些。文杰在哪？我跟其他姐交好嘞。文杰，谢谢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文杰加油。我跟你爸好朋友，看到绿营小鸡还特地上前加油打气。黄珊珊强调，公开行程谁都能来，绝非独后柯阵营。黄珊珊这一边拼市场辅导，另外一头蒋万安则抢攻长辈选票。参加礼班活动发放敬老金，再次杠上北市府政策。我就一定是依法行政，编列中央敬老金，发放给长辈。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，所以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发钱就好，那就这个政府是没有办法管理的。所以我还是觉得有多少钱做多少事，能够做的多少事，不要开空头支票。黄珊珊回击蒋万安别开空头支票，也预告18号左右将会推出北市振兴计划，类似熊好券方案，施政要拼让市民有感。三立陈玉演朱俊 N 小组台北报道。